嗨，各位来到体花村的朋友们，大家晚安。欢迎大家来到体花村。那今天是周四，体花村其实每周三到周日都有音乐性的演出。那通常在周四呢，我们都是在坐在这个屋子叫做蓝色小屋里面。那我们假日其实会有户外的演出，还有我们草地的演出。那我们今天邀请到两组歌手呢，上半场是我们台东在地的一位声音非常好听的一位女生，她是来自我们台东金峰乡嘉仁村的台湾族，她叫做翠萍。那下半场呢是来自屏东的山地门的金琴伟。那其实他们两位都是来自我们台东大学的学生，那今天会在这边做8点到10点的演出。那我们待会中场会有一个中场休息，大家手上只要有盖个手章都可以自由进出。那因为我们室内的空间比较有限，所以就希望大家不要摆放在空位置，不要摆放个人的物品，让待会想要进来看演出、欣赏演出的朋友都可以有位置就坐。那这部分再麻烦大家可以一起配合。那在待会演出的过程当中呢，也希望大家可以把手机关成静音。那待会拍照呢，其实我们灯光是非常足够的，也希望大家可以把闪光灯帮我们关起来。对，然后呢，在铁花村除了刚刚在大家在点饮料的地方是铁花坝，那面对铁花坝往左手边走呢，都可以看到我们铁花村的一些小铺。那再往最左边呢，有个木造空间是铁花好店，那里其实贩售除了来自台湾各地的文创商品之外，也有我们铁花村自创的品牌。那像我拍商品，像我现在身上穿的就是我们铁花村的 T 恤。那如果想有兴趣在中场休息或是回去之前呢，都可以再逛逛铁花村。除了我们表演空间之外呢，以外的区域，那我们其实平常在5、6日的时候会有我们假日漫市集。那因为今天是周四，所以大家今天看到是比较稍微比较安静，然后比较不一样气氛的铁花村。那如果下次大家有机会呢，在假日的时候来呢，就会感受到不一样的铁花村的一个氛围。那我在这边也仅代表台湾好基金会还有铁花村再次欢迎大家。如果待会想要上洗手间的朋友呢，在我们大家往后方看呢，有一排热气球，热气球下方的一个建筑物那边是我们的洗手间。对，那同时那边也是我们的吸烟区，如果有抽烟的朋友呢，就可以往那个方向走动。那待会呢，在演出过程呢，也希望大家可以轻声细语，让我们在很好的很安静的环境之下，可以欣赏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歌手的演出。那谢谢大家，接下来我们就要掌声我们上半场的歌手翠萍，掌声欢迎她。上好，那你们好，然后我叫翠萍，那我是在地人，台东人。那我的家呢，其实住在金轮，金轮一个靠海边的一个小小的部落。那我本身呢是台湾族，对。然后今天就是之前常常来铁花表演，对，然后我做一些歌曲上面的分享，那等一下也会带一些自己喜欢听或者是有在小小练习的一些歌曲跟大家分享。好，第一首歌呢算是我的拿手歌曲，叫做《眼泪不要掉下来》。那这首歌也是来自苏米恩，台东的一个阿美族的歌手。稍等一下哦。好，可以知道你们是从哪里来的吗？台北吗？
台中、台南，你们是大家就是一起这样下来了吗？各自各自的。这首歌叫《眼泪不要掉下来》，我还记得上次在这里演唱这首歌是跟我一个大学的同学，还是女生的，那我们就是两个人合唱这首歌曲。但是今年毕业之后，大家都有各自的方向，所以他本身也是台南人，所以他可能他或许应该是回去了，还是在某一个角落，我不知道。对，但是还是来唱一下这首歌好。
但是就是喜欢弹，喜欢唱，这样子，当作是一个兴趣这样子。那我自己呢，就是现在去做，像这样子就是一个平台，这样子让年轻人去做表演。然后，其实我从高中的话，高中的时候就来到铁花了。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是冬天，然后同学就是也是像这样子，就是一个类似像，那叫怎么去了？我忘记他们那个名称，然后就是给你一个舞台，然后你自己带乐器，然后你就可以就是报名，然后上去表演这样子。那我自己有舞台是吗？然后就到时候被同学推上去，然后就唱的。然后之后呢，就有一个音源，然后我就常在铁花表演这样子。那也之后也不是说像这样子一个人自弹自唱，然后还要找一些朋友啊，然后一起合作，然后一起来听，就是不同来自不同地区的一些表演者这样子。那第二首歌呢，叫做《哪里是你的拥抱》。我的歌曲都大部分都是那种抒情歌曲，然后可能也比较低沉啊，就是比较闷一点。对，那接下来就带来第二首歌《哪里是你的拥抱》。
首歌呢是来自一个乐团叫淘宝计划，那他最有名的歌曲有这样，可能大家耳熟能详，就是夜空中最亮的星。那我听过他的歌曲，觉得这首歌非常的好听，但是以自己这样自弹自唱的方式的话，听起来好像比较有点干这样。那基本上呢，因为他的歌词啊，就是我觉得写得很美，或者说很 touch 到我，所以来做一个分享这样子。那我平常呢，就是唱一些中文歌曲，然后再是英文歌，但是其实我的英文其实没有很厉害，但是就是很喜欢跟着唱，然后试着去学这样子。好，接下来这首歌叫做 All I Want。
刹车的声音，不知道你们 听清楚，然后马上的减弱，然后突然又变大声这样子。这首英文歌曲呢，它是来自一个英国的乐团，叫 Coda Line 吗？对 ，Coda Line。然后它里面很多的，它也是以乐团的形式，然后去分享他们的歌曲这样。然后我觉得这首歌我喜欢。所以这首歌我喜欢，所以就来跟大家分享。然后呢，请容许我喝一口，喝一下饮料。怎么你们安静？你们是怎么了吗？没吃饱吗？啊？干杯啊！这个是干杯吗？不要紧张。我挺紧张的，但是。我已经在上面了，哎，这附近呢很多好吃的东西，然后你们可以等一下有时间呢可以去逛一下，然后吃一点宵夜。好，那因为我刚好说到我是台湾族，然后想说很久没有分享自己的就是部落里面的歌谣。那这应该也算是我表演以来算也是一个拿手歌曲，所以呢，我想一下，没有关系，因为已经在外面就是生活太久，也没有到很久，因为台东跟青仑其实只要一个小时的路程就到家里，但是就是觉得自己的现在最重要是母语要学好，不然回去的时候。都听不懂老人家他们在说什么，所以语言非常的重要。好，这首歌叫做《那不让》。
谢。来到纳鲁湾。这个时候，这首歌呢，其实在我其实每一次想家的时候，都会在脑海里面想到的一首歌曲。对，其实我的母语歌哦，其实没有说很厉害。其实相对来讲，很多年轻人现在都已经开始，不相对来讲，就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想把过去的一些歌曲啊，或是一些过去的像记忆啊什么，都想要慢慢的找回来，因为这个就是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所以呢，要好好把握自己的价值嘛，是讲价值嘛。不管是你是来自哪一个族群，或是来自哪里，都要保持自己的价值。你们还会想要继续听就是有关歌谣的部分吗？好，但是呢，因为我的吉他没有很厉害，所以我想说可不可以用清唱的方式。那也可以。这首歌其实如果是在地的原住民的话，他们应该说哦，就是这一首这样。但其实我就是很想唱。好，等一下哈，你找一下我的 key。好，这首歌我不知道忘记他的名字，但是我都叫他雅姨，雅姨。好，雅姨。如果我妈在的话，她就说：“哦，就是你的发音的部分这样子。”那这首歌呢，就叫做《姨阿姨》，我的总称叫姨阿姨。然后这首歌曲好像我记得是类似像祝福，因为其实很多的歌曲我们都是像是虚词，或是当下的一个情感的一个环是一个环境当中，然后产生这样的情感所唱出来的这首歌，哦，好，这首歌叫《雅姨》，然后前面那首叫《纳鲁湾》，好，话不多说，但是我还是要先干一口。好，这首歌呢，接下来这首歌也是一首英文歌曲。那有关是分手的歌，现在座有人分手吗？不要哭呢，我没有带卫生纸哦。
leave the sky of my town. I know that you have the ashes around. Yeah, I know it's too late. I'm just gonna see for myself. I don't come to watch you kiss me.多一次，可以吗？脚尖都已发光，精彩又怎样？爱情是永远寂无尽无尽的给我
要适应了孤单，孤单不再安，爱情的使用了心这一首歌，因为这首歌其实对我来讲比较已经唱熟了，对自己是有把握的歌曲，然后可能感情比较出得出来的一首歌曲，所以就跟大家分享。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叫做《陪我看日出》。台东呢，基本上就是很适合看日出的地方。在你们应该经过从南下的话，应该经过太麻里。哦，太麻里就是俗称的，你们去过那个曙光园区？哦，对，那边每年就是像跨年的时候，你可以来。早上的时候一定会有穿着比基尼的美女在那边跑，跑跑跑跑跑跑。每次都去那边。之前呢，太麻里那边也有办，就是类似像一个大型的跨年这样子，有表演啊。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还有高凌风哦。对，很久以前了。但是现在呢，那边变成一个类似像乐团演出的方式。对，所以就是没有请太多的像演艺人员啊。基本上他们的位置都在台东啊，台东市区那个台东的地标。好，首歌叫做《陪我看日出》。它好像原本是日文歌曲，但是我不太会讲日语，所以我就唱中文。曾经有尝试过要唱日文，但是觉得好像哪里怪怪的。谁回家的上路？
Really you
I won't give my soul, wanting to believe I'm not too old. That's it. That's it. Oh, 来到台东哦。有一首歌一定要听，叫做《小的之歌》，也不是勉强啦，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听一下《小的之歌》。好，那话不多说，请大家抽一杯。《小的之歌》呢，是来自沈文成，对他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呢，也是我在想家的时候也会唱，也是想到的一首歌曲。然后，不管是在想家嘛，其实刚才说到家里，其实一个小时就到了吼。但是那种离开那个所谓的舒适圈的时候，听到这个环境不一样，然后接触到的人不是你平常碰到的那些亲朋好友之后，然后你面对那些困难挑战啊，你都要告诉自己说，希望自己越来越强，希望自己越来越，就是面对事情可能对你来讲很困难，但是你心里面都啊小 case 之类，对，但是有时候呢遇到困难的时候也不要就是一直实力的背，就是你可以跟可能旁边朋友就说，哎，这怎么处理之类的。好了，怎么会扯到这个呢？怎么这么远？好，这首歌叫《小的之歌》。有着一条不同的河流。
唱自己的歌。往往下带着无限的思念，带着浓浓的乡愁，日复一日慢慢流到海里头。怎么刚刚有点小出彩？你们会唱吗？要不要试着唱一次？弯弯小河流，小小声的没有关系。好，再来，弯弯小。要不要喝一杯？好。其实我是故意的，因为我有点渴。来，所以的副歌喽。弯弯小河流，就在故乡的山里头，静静的陪我无数个春秋，带着。这浓浓的乡愁，日复一日慢慢流到海里头，带着无限的思念，带着浓浓的乡愁，日复一日慢慢流到海里头。谢。希望你们到台东的时候有一个美好的一个回忆、哦、然后呢来台东呢看一下这附近有没有卖小米酒，这首歌里面有提到小米酒、哦、然后呢看一下附近的风景放松，然后带着满满的力量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跟生活上。好，谢谢大家，我叫翠萍，谢谢。下课，我们再次掌声谢谢翠萍带精彩的演出。那我们下课休息10分钟，下半场呢还有金庭伟的演出。